传奇，做自己的英雄。现场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如约的来到四川卫视，这里是四川卫视世界格斗冠军赛事峨眉传奇。大家好，我是四川卫视主持人杨林，欢迎大家。接下来呢，为您奉献一场重量级的自由搏击超级战，93公斤级。来吧，掌声有请出来自乌克兰的 Mr. Oscar。近2米的身高，发达的肌肉群，野兽般凶悍的攻击，听起来像个战斗机器吧？不，他就是阿斯卡尔。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Оскар Мажаров, я из Украины, город Одесса.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понял, что единоборство – это моя цель, это мое, оно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ринг,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клетка.俄罗斯 Fight Night 冠军赛冠军，俄罗斯 WFCA 冠军赛冠军，阿斯卡尔的实力自然是不用多说。Потому что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спорт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й, это мое, я это чувствую. 最美妙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职业，生活不息，奋斗不止。Hey Carlos, I know you're a very strong guy. See you tomorrow. We show everybody a good fight.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blue corner from Ukraine.Please welcome Mr. Oscar。 让我们掌声有请出峨眉传奇的老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上有无数粉丝的来自新西兰的优雅骑士 Mr. Carlos Ubrook。 他的魅力让人无从抵抗，一嗔一笑都让少女为之疯狂。他是冬日里的太阳，带着耀眼的和煦抚平切肤的冰凉。完美的身材是他不懈训练的标志，巧克力般的肌肤是阳光在他身上留下的炽热烙印。 Hey guys, everyone, my name is Carlos Ubrook. Yeah, definitely, it has definitely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andI've been out injured for the past couple months, but I've been reallyGoing hard at training and doing pretty well, so yeah, I'm happy to be back. And 五官是天赐的，可搏击的才能却需靠后天的不懈努力。卡洛斯从小便和运动结缘，运动几乎占据了他生命的1/3。从时尚模特转型职业搏击手，卡洛斯仅用了3年的时间。无论作为 T 台巨星还是变身职业搏击手，他总能将不同的身份在现实生活中切换得游刃有余。自信源于自身强大的实力，让我们屏息凝神。卡洛斯玩转擂台，在这电光火石的决斗场上发光发亮。峨眉传奇，做自己的英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峨眉传奇。我们现在在峨眉山体育馆，我是东尼，我是董江涛。本场比赛是男子93公斤级自由搏击超级战，蓝方选手是来自乌克兰的阿斯卡尔，红方选手是来自新西兰的 Carlos。 董老师，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我知道，因为卡洛斯是东尼的这个男神嘛所以卡洛斯一上场啊，东尼显得比较兴奋啊。那确实，卡洛斯的整个从面相，包括场上的这个表现啊，完全符合一个男神的这么一种标准。是的。
但我们反观他的对手啊，阿斯卡尔是俄罗斯的这个全冠军，乌克兰的 MMA 的全冠军，身材呢也比较不错，整个双方啊两个选手都是这个面容比较俊朗的选手，但是还是卡洛斯最帅，而且卡洛斯是男生，刚才是阿斯卡尔要试图侧身做基辅的勾拳的时候被卡洛斯一记摆，红方选手在第一局的1分03秒 KO 获胜。本节目由不仅仅给你的肠胃做做操，胃动力双重发酵乳酸菌大力支持，让我们掌声有请出蓝方选手，来自亚美尼亚的 Mr. Mihran。 重拳，来自亚美尼亚的米勒向来以重拳著称，每当他用多维度的组合拳法疯狂出击之后，对手几乎无一幸免，力量可以说是他最为骄傲的必杀技。Я армянин, я армянин. Сначала армянский, потом Чинастаном тренер чем ашхател, марзев чем ашхател. Цанкусун агала, бат хима, хима узумен боел капнем, авелиша дарцумфери аснелу амар. Я в Китае толка.Для боев я не работал тренером. Хочу добиться еще вверх с боем, да? Лай дал 中国一年多的米勒，显然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里。除了对搏击的期待，米勒还有一个小目标正在酝酿。Да, я женатый, у меня жена есть, ну еще жена, ребенок еще нету, жена, женатый я. Я живу с женой сейчас. 已经结婚两年的米勒对妻子的爱依然会在不经意间流露。他说，虽然妻子并不是拳手，但没事的时候他会带着妻子切磋几下。和妻子切磋还好，即将面对的对手可没那么容易切磋。当今泰拳界的巅峰人物耀威猜，纵使你的拳再威猛，恐怕也难敌这位世界王者的霸气。Ну да, я слышал что-то про него, слышал что сильный, но это меня не волнует. Нет, я, короче, не знал, что будет такой турнир. Я сразу здесь попал.Просто я готовился, не в этот соперник, просто я в форме, готовился. 那么今夜，你是逆袭的黑马，还是即将就擒的羔羊？赶快出招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红方选手，来自泰国的缠抱之王耀威菜。สวัสดีครับ ผมยอดวิชาเข้มเวท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red corner from Thailand, please welcome Mr. Yong Wing Chan.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峨眉传奇24世界格斗冠军赛。我们现在在峨眉山体育馆，我是东尼，我是董江涛。本场比赛是男子70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超级战，男方选手是来自亚美尼亚的米勒，女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耀维猜。哇，这个米勒上来像一个发动机一样啊！连续的左右摆拳，左右击腹击头的连续开弓啊！到现在已经打了20多拳了，逼迫的耀维猜步步后撤，而且在乱拳之中也有拳法，命中耀维猜，确实给耀维猜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是，我还想在观众面前大肆炫耀一下耀维猜的辉煌的战绩，没想到米勒这20多拳并没有给我机会。对的，明显啊，米勒是对耀维猜有个深刻这个研究的一种打法。耀维猜。整个身材体型啊，相当的健硕健壮。是的，耀维猜在16岁的时候就相继拿下了加南农和农皮尼的总冠军，一举获得泰国最佳拳手的称号。是，拳摆，耀维猜，耀维猜被对手重击。这个我们知道，耀维猜在泰国纯泰拳界应该是一个近两年啊势头最旺的一个选手。但是他的得意技啊，残暴技术在自由搏击规则当中没有办法运用，而且今天呢，他的对手我们看啊，拳法上的优势啊，相当的明显。是的，哇，今天真的是棋逢对手哈。整个的战术布局明显是比勒是有备而来的，希望这个耀维猜能够顶住这个上来之后米勒这我们管叫三板斧。这个米勒的资料在我们手中呢几乎是空白的，我们不知道他之前打过什么样的比赛，但是今天上来没想到给我们以一个这样的形式让我们认识他。打了耀维猜一个措手不及，而且中间有2次重击到耀维猜。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耀维猜跟米勒在互相换拳的时候啊，还是这个风险很大的。前手摆拳，米勒是典型袭击啊，米勒的这个抗击打能力真的是很强。在耀维猜一记前手摆拳给对手重击之后啊，这个米勒的意识和整个状态还是能够保持继续下去的，但紧接着耀维猜给了他一个袭击的顶头。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哇！没有意外，耀维猜再次以 KO 的方式终结比赛，续写其神话般的完美战绩。Я еще раз хочу реваншем с ним. Просто я пропустил этот удар. И уже начал здесь защищать, а удар попал сюда. Я это тоже сломан, да? Здесь защищал, удар попал сюда.仅仅半年前，耀维猜这个名字对中国拳迷而言还并不熟悉，但随着他今年6月亮相峨眉传奇后6个教科书般的 KO， 这位曾经闪电征服泰国的缠暴之王也迅速征服了中国拳迷，成为他们心中新一代的泰拳皇帝。耀威猜无人能敌，厉害了。耀威猜是一个兼具实力和天赋的拳手，不仅在中国和泰国难分敌手，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耀威猜的长拳力度比欧美人还大，外加强于心脏的扫腿，比西提猜更大一号的西法，
以及他自己的缠抱技术，而且你还不知道这家伙的体能有多强悍。耀威猜的打法不同于一般慢热型的泰拳手，他的拳法闪躲都不错，而且还有1.82米的身高优势和膝法。21岁的耀威猜被誉为波球接班人，16岁便拿下了波球未能企及的伦坡尼阿姆诺埃全场金腰带，斩获泰国最佳拳手称号。善猜、兴刚、通猜都是其手下败将，如此年轻便有如此成就，自然也会有不少质疑的声音。质疑一：耀威猜胜率那么高，是因为对手太弱了吧？在耀威猜凭借2场 KO 赢得1-2车轮战后，很多人都认为耀威猜挑选实力不济的对手充当肉靶，制造以一敌二强势取胜的噱头。但此后不久，耀威猜车轮战中的对手之一卡兹别克就在另一场比赛中 KO 了泰国最硬男人秦刚，狠狠地回击了那些怀疑耀威猜刷小怪的评论。质疑二：耀威猜那么厉害，为什么还没进世界排名前10？我们常提到的世界排名是世界知名格斗媒体 Combat Press 的自由搏击世界排名，而耀威猜此前主打泰拳，自然暂时没进这个排名。不过耀威猜签约峨眉传奇后，正一步步在自由搏击规则下磨砺自己，接连 KO 劲敌。假以时日，这位泰国搏击未来的领军人必定会杀进世界排名前列。ในคติประจำใจของผมครับผมอยากเจอคนเก่งเพราะผมอยากดังและอยากเก่งจัดไปมวยให้คนทั้งโลกและยอมรับมวยไทยและมวยไทย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เป็นมรดกของคนไทยครับอร่อยมากครับ очень очень вкусный вещь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ся number one看峨眉传奇，品五粮液集团歪嘴酒，享健康人生。本节目由不仅仅给你的肠胃做做操，胃动力双重发酵乳酸菌大力支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掌声来有请出南方选手，来自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的小将黄炯斌。身材高挑，常年在泰国训练，就连神态也透露出几分泰国选手的凶狠。大家好，我叫黄炯斌，我来自广东汕头。选择在泰国训练，不仅因为泰国拥有着浓郁的泰拳文化氛围，优秀的拳馆教练比比皆是，诸多世界级著名赛事也都把这里视作培育搏击新兴的沃土，所以年纪轻轻的黄炯斌也是一位拥有着丰富赛事经验的泰拳小将。在泰国待了差不多1年多1年半，我的技术比较全面，我的膝腿全走都 OK 的。我爸爸妈妈非常喜欢搏击这项运动，他们经常在电视里面看峨眉传奇。首度回国的他能否一展素日的训练成果，在国内的擂台上迈出自己坚实的第一步呢？我来这里就是要碾压你。The blue corner from China, please welcome Huang Jiubin.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来有请出我们炯斌的对手，红方选手，来自世纪泰华搏击俱乐部的王俊来啦。气质呆萌，岁月静好，无辜的可爱外表下掩藏的却是他的天生凶残与狂野。这货长期霸占世界上胆子最大的动物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就是蜜獾。而今天我们这位选手又和蜜獾有着什么关系呢？3、2、1，我打拳的风格就是那种勇往直前，喊3、2、1喊了之后就会，你们就会好剪辑一点嘛。我的绰号就是蜜獾，非洲蜜獾。他看起来也像蜜獾，其实他叫蜜獾。然后我喜欢，我就跟那种生物一样的，我就是喜欢，什么都打，不管他强也好，弱也好，然后我就想去挑战一下，去试一下。然后那种动物他眼睛谁都不放，眼睛谁咬着他直接就晕倒，他直接咬晕了，中毒晕了，晕几个小时晕了，起来之后就去把蛇给弄死。然后遇到狮子他也不怕，遇到狮子他也挡着那种狮子搏命，但是他就这么小的一个小东西。但是他胆子特别大，
然后他的勇气特别足，然后他的哑合力是那种很大很大的，他哑合力算是那他那种假体型里面哑合力最大的那种动物。这位出场方式不一般的选手叫王俊，刚刚降完体重的他说自己不太想说话，可当他面对镜头的时候，显然话夹子已经收不住了。天生的搞笑特质曾让他被某卫视的真人秀节目选中，这也给王俊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改变。全国几万个人里面海选，然后没想到我一路下来我第三名。姜武他当时就是我的老师嘛。初上电视的王俊经过那段时间的磨练，再次面对镜头时显得游刃有余，但擂台上拼的可是真功夫。王俊是否空有其表？搞笑的特质兼具清晰的头脑，那么今天你是来搞笑的还是来称王的？人生只有一次，我愿勇往直前，只求无悔人生，加油。峨眉传奇，做自己的英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四川卫视峨眉传奇，我们在峨眉山体育馆，我是东尼，我是董江涛。本场比赛是男子六十公斤级自由搏击中国赛区排位赛的比赛，红方选手是来自世纪泰华搏击俱乐部的王俊，蓝方选手是来自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的黄景斌。双方是黄景斌今年19岁，王俊是24岁，双方有5岁的这个年龄差距。而且双方对于60公斤选手来讲都是高个儿。对的。对，资料上显示王俊是1米77，黄景斌1米80。1米80的选手在70公斤都比较少见了。但是从身材上看，确实比较是这种瘦干型的身材。对，这种瘦干型的身材，大多都是动作干净利索，而且爆发力比较强。对的，在搏击比赛当中，虽然说有的选手的是瘦干型的身材，他的力量可能绝对力量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个激发出去的击打的力量，因为这个距离比较长，所以这个打的这个动作爆发力应该还是很强的。这种体型，尤其是在中欧国家的选手特别存在。对的。好，连续的顶击。黄景斌呢也是常年在泰国训练比赛啊，这是他回国之后第一场比赛啊。从战绩上看呢，只有10场比赛的经验，那么他对手王俊呢是26场比赛经验。从经验上，王俊打的比赛多一些。是的。所以我们看王俊上来之后啊，明显是扬长避短，极力在采取这种拳法开路，马上拉近距离，打中近距离这种战术。但是这个黄景斌常年在泰国训练，所以他这个近身的膝法非常出色。对的，一旦王俊近身之后啊，组合拳法还没有发挥出来的时候，黄景斌就会用近身的这个膝法对他加以压力。对的，那场上裁判也是提示黄景斌啊，可能在近身顶膝的时候，这个残暴的程度多了一些。转身的摆腿，但是没有弄到。好的，连续拳法击中黄景斌。是的，这个王俊的拳法确实是给黄景斌造成了一些压力，而且黄景斌对于场上这种判断力也是十分强的，现在已经注意到对方拳法的打击力了，所以用一些控制距离的方式或者是近身残暴的方式防止对方进入自己的中近距离。但是呢，王俊的这个突进的速度比较快，黄景斌的这个突进残暴的反应啊相对来说有一些迟缓，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黄景斌在采取后撤拉长这个距离。Voices of the underground, and I will give.
开始，在第一局前半段呀，面对王俊的这个快速的近身，黄俊斌采取孤劲搂抱顶膝的这么一种战术，但是中场我们看到裁判啊，对黄俊斌进行这个口头的劝告，避免这个消极搂抱的嫌疑。在第一局的后半段呢，黄俊斌采取后撤拉开距离打直线拳法来堵截对手进来这么一个战术。刚才是黄俊斌那个膝法啊，但是正好是王俊的后手拳赢到了，对，又赢到了黄俊斌。是的。这黄俊斌呢，原来在武校里训练，后来被著名的搏击名将卢永强挖掘到身边，然后训练一段时间。但是他为了参加更多的比赛实战的历练，所以选择离开家乡去了泰国。他这个十场比赛几乎也都是在泰国打的，现在是在泰国的时候是在跟那个张成龙跟杨元昊一起训练。对于昨天的那场比赛，张成龙在 Glory 拿到了65公斤级四人赛的冠军，他也是相当激动的，说是实至名归。对的，那张成龙也是峨眉传奇擂台上啊逐渐成长起来的一个搏击的新星。是的，在峨眉传奇的擂台上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历练。对，现在也是走向了国际的擂台，他是中国人拿到这个荣誉的第一人。Glory 的四人赛的第一个中国的冠军。期待张成龙归来。这个王俊的比赛经验啊，确实很多。裁判一喊开始之后啊，马上贴近对手。前手，这个近身的战术非常坚决。前手，一个后边的。前手 ，fight。啊。前错。是的，王俊对于现场裁判的口令反应特别及时。是的，已经几次黄俊斌的后手拳直接命中，王俊的后手拳直接命中黄俊斌。现在黄俊斌的表现有一些体力下降。是的，面对王俊的这个咄咄的逼人的这种气势啊，进手。左右的击腹的勾拳造成黄俊斌的独秒，应该是打得比较精准，打到了肋部，对，肋部的部位进行了独秒。好，可以继续战斗。王俊能不能够抓住机会再去袭击刚才那个跳膝。对自己表现不满意，感觉不满意吧？比赛经验那些，膝法和腿法都没打出来，就是体能储备和技术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对手可能他太年轻了，差不多他可以算是我前辈吧。他也没怎么发挥出来，也没怎么打好。我刚练的时候，他已经开始都出来打比赛了，我都看他的比赛来练的。我最大的长处就是我的，不管我拳啊、腿啊、膝啊，还有。力量啊，速度、体能，我都算是比较好的那种。生活不规律，整体还需要再进一步深造一下。先打个峨眉传奇的60公斤的金腰带再说吧，这是小目标嘛。在这中国选手里面，我要成为 number one 嘛。没有，没有，挑战一步，换一个，换一个吧。因为他也是我朋友嘛，我们一起训练的，算谁啊？宽志吧，因为他把我一个好朋友 KO 了，好像是我忘了，突然想起来，安成浩。我想象一下，我要说什么，也认真一点对待。3、2、1。这只是一个开始，这里将会。有更多关于我的故事，敬请期待。哇，太好喝了，还有劲儿啊！这个真的很好喝啊。
欣赏了几场比赛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点特别的，为您送上53公斤级女子自由搏击战。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出蓝鹏选手，来自西班牙的 Miss Claudia。I'm Claudia and I'm living in Thailand now. In Tiger Muay Thai, 5 months. 有着迷人笑容的女孩克劳迪亚，却来自一个卧虎藏龙、满是高手的地方。Okay, in Tiger Muay Thai, I have a lot of class, different wrestling, MMA, fitness class, Muay Thai, K1.Boxing have everything for you growing like martial arts. 坐落于泰国普吉岛的老虎拳馆是享誉泰国的泰拳馆，各国强者纷纷慕名而来接受训练。眼前这位甜美的女子也正是他们中的一员，就算背井离乡，也要只身前往。作为女生，这也正是我们最佩服她的地方。I think this is one feeling only the fighters feel this. 万众瞩目，正是他选择的结果。你敢像他一样去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吗 ？I come far for win. 人都说北京人举气，山东人耿直，而四川人则是勤奋。地地道道的四川姑娘曾小婷，有着帅气的外表，也有着相较于普通女孩更能磨练意志的生活。运动员的生活中没有懒惰，这就是我的选择。我是曾小婷。拳馆里的队员都尊称她为师姐，不仅是因为他平时训练刻苦认真，在峨眉传奇上从无败绩的好成绩也成为他能够服众的原因之一。前两次的对手太弱了，像个活沙袋一样，我不喜欢这样的对手。我既然选择了搏击，选择了擂台，我就不希望别人用对待小女生的方式对待我。男生可以做到的，我一样可以做到。所谓巾帼不让须眉，有着不输于男子的气概，曾小婷依然向强敌发起挑战。这一次我听说我的对手是老虎拳馆来的，我希望你可以代表你们那里的平均水平来跟我较量。还是那句话，我已经准备好了。来自世界一流拳馆的克劳迪亚是否能够符合他的心意呢？让我们去赛场一看便知。峨眉传奇做自己的英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四川卫视峨眉传奇，我们现在在峨眉山体育馆，我是东尼，我是董江涛。本场比赛是女子53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超级战，蓝方选手是来自西班牙的克劳迪亚，红方选手是来自广州武道馆的曾小婷。
双方就上来之后并不太客气，拳腿的输出啊一点也不吝啬。这个选手有一个特点，就是上来对拼的比较猛猛烈。对，从身材上看，克劳迪亚似乎要粗壮一些。是的，而且克劳迪亚在这次降重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在降重仪式当天，称重仪式当天，他差了0.5公斤，所以所有的裁判呢在称重地点等他，他去跑步。等他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眼泪汪汪，已经是突破了自己身体的极限。到了这个称重这个秤面前哈，就开始脱衣服，所有的裁判都慌了。他的意思是说，把他身上的一些衣服都脱掉的话，自己的体重应该就差不多了。对。其实这也是一个女孩很可爱的一面，但是也体现出来，作为一个运动员，没有一个很好的称重减重的经验。看啊，现在克劳迪亚这个运用的动作比较丰富啊，而且包括我们散打选手中的这个侧踹腿也在克劳迪亚身上啊有所体现啊，双方互相拼拳，但是这个互有来往，拳腿结合，曾小婷呢一个前手板拳迎击，再次命中对手。小婷这次的表现，拳法的精准度有很大的提高。对的，而且曾小婷是反架，所以说这个后手直拳啊，双方来说命中对手的距离应该比较高。哦，这是克劳迪亚一个侧身的前手板拳的迎击，正好这时候曾小婷啊向前冲，身体失去平衡。克拉迪亚近身的时候，曾小婷埋头的前手摆拳啊，平平命中对手。哇，做一个超人拳，但是没有距离。看来克劳迪亚这主动进攻的态势还是十分猛烈的。是的，靠近围绳的一个正蹬的堵截，迫使对手倒地。一旦这个克劳迪亚把曾小婷逼到绳脚啊，这个连珠炮式的这个直线拳法，会非常有效果。选手的输出永远大于防守。对的。曾小婷更多的是一些步法的往返啊，一旦克劳迪亚近身的时候会先撤出来，然后试探距离再进行动作输出，那么克劳迪亚整个步法移动上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简单，就是一个劲儿往前冲。曾小婷呢也是成长于峨眉传奇擂台上的一名选手，我依稀记得她第一次来峨眉传奇那时候的青涩害羞的样子。对的，而且打法上也略显稚嫩啊，到现在为止整个拳腿的力度啊增强了很多。哎呦，这个不算是击倒啊，这是对，正好是克劳迪亚前手撑出去啊，曾小婷在做后腿的扫踢，单腿撑地啊，一个平衡的。都会对自我做出一些反省，他感觉自己心态有些不熟，而且拳法有一些乱，所以呢在这几个月没有比赛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潜心修炼一下自己的拳法。这场比赛明显看出来拳法这个训练的加强的一些效果啊体现出来了，命中率更加精准，在过程当中复使掉了。
而且小婷呢在这个擂台上不断成长，在生活当中也有成长，现在在整个队友的当中作为一个带头，起了一个带头模范作用，每天早上出早操的时候他都会主动叫队友们起床，这是差不多是这队友的灵魂和核心位置的一个作用。是的，他这样的一个变化让他的这些教练们也感觉非常欣慰。接腿摔加后手迎击，克劳迪亚要做一个转身后摆腿，但是这个动作幅度过于大，转身后蹬。也不小心踢到晋级地位，侧穿。想象不到这克劳迪亚中国散打选手擅长的侧踹腿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频频使出。哇，超人拳竟命中！现在还有最后十秒钟，连续的侧踹腿，而且刚才第一次侧踹啊，是我们比较一般难度比较高的代步的踹腿啊。三局，然后第二一个侧踹开局，但是张小平接住之后连续拳法的迎击，是的，连续拳法组合拳的进攻获得了一大片优势。克劳迪亚也是在对手疯狂进攻之后马上调整啊，连续反击。哇，这是中少，踢到了对手的腹部。好，裁判及时给予五秒，应该没有问题。势如破竹，赶紧抓到机会，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连续天拳再次中少。这时候张小天要抓住对手腹部被踢中击被岔气的这个弱点了。小婷对于自己的护齿一直是半腿式的，这种方式特别容易掉。对，而且是对自己的牙齿和嘴巴保护的就没有那么严密了，这也体现了一个平常训练当中的一个坏的一个不好的习惯。现在是克劳迪亚把张小婷逼到绳脚，连续的全腿膝的进攻，不要吐护齿，把护齿咬好，好吧。场上提示张小婷要把自己的护齿放好，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如果说再有的话会给黄牌。对，会减一分。张小婷既然选择这种半腿护齿的这种方式，是因为这个体能下降的比较快，呼吸比较困难，所以想保持一种呼吸的通畅。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还是个专项的一个习惯上不好，一个呢是可能这个护齿并不贴合自己的嘴型，第二个呢就是一个你在呼吸的时候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我们讲比赛过程当中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鼻子去呼吸，不要靠嘴唇。对，而且这种半吐式的这个咬护齿的方式特别容易造成嘴唇的开裂，对的，一旦一拳打到这个嘴唇的部位，嘴唇跟牙齿就会这个护齿跟牙齿就会挤到这个嘴唇，就会造成严重伤害。是的，我们在提高自己的专业的技术的同时啊，一定要注意跟这个技术相关的这个比赛和训练相关的一些细节问题，科学方式方法以及一些比较职业的一些细节一定要注意。这个不仅仅在擂台上大家比拼的不仅仅是一个技能，更是一种态度以及职业素养。
现在比赛的天平逐渐往这个克劳迪亚一方倾斜。是的，克劳迪亚在第三回合把握了更多的主动进攻的态势，连续的组合拳命中。丰盛。前两回合完全没。